为了让 SJM 所学的中文能够实际运用，特别规划一趟台湾平溪铁道之旅。平溪位于台湾东北部，是一座绿色的山城，没有城市的喧闹，取而代之的是自然丰富的人文气息，能够让团员们一边感受台湾美，一边学中文。那今天来到哪里了嘞？对，这个、火车，我们到了吗？对啊，这个、到了吗？到哪里？哎，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这里就叫瑞芳火车站。瑞芳火车站，废话，后面写的有啊，瑞芳火车站。对呀、啊、，OK OK。坐火车可以游山玩水，完成任务，那我们就赶快去。到，进这个火车站坐火车。好，出发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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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平溪早期煤矿业兴盛，火车来来往往都运送煤矿，但煤矿在停止开采后走入历史。煤矿博物馆则是保存了台湾煤业相关的文物器具，并打造了一个适合亲子玩乐体验的场所。体验过煤矿车后，哥哥队成员随即潜入矿坑，实地感受矿工平常工作的辛苦。这个就是矿坑的煤炭啊，它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它的发热量大约有6500卡路里。啊，大约有6500卡路里这个发热量啊。我们这些煤炭大部分都是用火力发电，台湾电力公司火力发电用。这边的矿坑最高有500个工人同时在采矿。哇哦！哎，我们那个最后那个一个任务是要在这里站站。那可以了，那我们在这里。准备进行 ，M。哥哥队在老街上发现有火车铁轨在头上，索性决定拍照留念。英文啊，你可以拍照吗？天灯相传是三国时代诸葛亮所创，所以又称为孔明灯。当初是利用热气上升原理来传递军情，现今已成为民众向上天祈福之用。只要在天灯上写下心愿，将天灯升到空中，愿望就会达成。而今天我们 SJM 团员们也要一起来放天灯许愿。在今天的任务呢，我们完成非常成功。那最后呢，听说成功的这一组没有奖品和礼物。那礼物就是
我们眼前的这个天灯啦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每个成员都有上面写上我们的心愿，对吧？成功变成广告了没有？啊，然后谁呢？对，这一个朱密歇的一个女神。God, we love you, bless you all, Taiwan. Jesus loves you. 就代表我们写给就是在台湾，然后这个所有的歌迷朋友们，我们会爱你们，好不好 ？OK。然后东海，你说 ，S J M Love Help，Yeah，Harry，S J M Concert。哦，我们的梦想。我想啊 ，S J， 你以后可以开我们自己的一个演唱会。然后我的，你写的什么东西啊？直播中年 M 太完美大卖哦，新专辑大卖，希望大家多支持新专辑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的成员完全被发布了。你看这一看就是被饿惨了，你看写字都没有这个力气，你看看不出来了，你看。好了，这个导演说今天完工之后应该会请吃好吃的。马上那个三组歌啊，谢谢。快哎，就是这个天灯的飞起来哈，真的是可以实现。团员们在天灯上写上愿望后，接下来就要挑战释放天灯，他们能成功吗？三二一，好，三交换，二走，走。Yeah!哇，很跳高，飞起来了，拜拜，好神奇啊，来哟，新专辑要大卖哦，十分之间你这位要好啊，对。